林之夏，你能不能给我一些时间和空间整理一下？不是每一件事情都要问为什么。那是你突然觉得没有那么喜欢我了，所以想退缩了？不是，别乱想。老林给你压力了，或者是说我平时是不是做的有哪些事情给你压力，让你觉得不舒服？不是，那这也不是，那也不是，到底为什么呀？林之夏，你能不能给我一些时间和空间整理一下？不是每一件事情都要问为什么。对不起，我不想听到你跟我说对不起，这三个字现在对我们来说有意义吗？我不需要你的道歉啊。好，我明白了。如果是因为我影响到了你的生活，对不起，打扰了。分手。哎，老林，你这是干什么？之前还是你自己跟我说的，这笑笑跟顾医生都成年了，以后的路是他们自己走。原则上只要他们自己想清楚了，咱们不干涉。不干涉行吗？他今天什么态度你也看到了，没有担当，毫无责任心。我放心把女儿交给这种人吗？